医美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位可靠可信任的医师。改变就是要让自己过好日子。漂亮，漂亮运势也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过年了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现在很多男生也是超爱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我们的脸，快四十岁的女生啊，她都会有动态纹跟静态纹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不够的情况下，就是她的这个脸都会比较没有 Q 弹 Q 弹的，比较没有弹性。所以那当我们女生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找谁？当然我们要找我们的专业的导师，就是我们的廖医师。对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下一个阶段要做一些皮肤的紧实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皱皱的？那皱皱的时候代表他皮肤的这一块的紧实度不够，松松的，有没有空空的？有没有发现你空空的？这一块的空空的，那空的时候代表里面的胶原蛋白不够了，所以不是打童颜针铺面，就是做机器做紧实做拉提。那咬这部分这些肌肉没有瘦，但是咬肌没有反应，因为当中你带一点点瘦就好，不要带太瘦，因为太瘦它没有支撑点，那重量就会掉下来。好，那眼尾的部分呢，来请抬头，我看完了，抬头 OK， 你纹路等一下卸麻膏之后再帮你看，然后眼尾一样，好，看得出应该是有一些纹路才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出现一些静态纹路了。好，一样，这边都是静态，那到时候做音波或者是打童颜针，打补充胶原蛋白拉上去就好了，好吧？OK， 那这样子。来，您打开，然后开始。因为咬肌刚说是左大右嘛，还记得吗？来，这角度来，我的针都很细的。那你咬针，用力咬，来数一，刺刺的有没有？然后酸酸的 ，OK？ 来，刺刺的咬针，酸酸的，来咬针，刺刺的，酸酸的，来咬针，刺刺的，酸酸的，刺刺的，酸酸的就结束了 ，OK？酸，刺刺的，酸酸的，刺刺的，酸酸的 ，OK， 来右手就这样子，就这样。贴着。哦，酸酸痛痛的，就这样子。好、哦，休息一下，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应该是打眼睛周围比较痛吧。眼睛周围也还好，也还好，说实话，嘿，比较不舒服应该是在额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额头的皮肤薄嘛。哦，额头皮肤薄，那一打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比较酸，刺痛一点点，但是又还好。来，继续，来按你眼睛，哦，就轻轻的闭着就好了。我们开始来，我们来数一，我快速打，来一、二、三，还好吗？好，来一，可以吧？来一二三结束了，一，来二。三，就这样子咯。还好吗？对啊。哦，所以在打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声音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额头上面的一些鼓膜啊。哦，因为这本来就要打深嘛。OK， 那眼睛的部分你就放轻松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说实话呢，痛也不太痛，来放松。来，一 ，OK 吗？我帮你加压一下下。那降压当中，那出血点呢？降压它就不容易怎么样扩散，不容易扩散就不容易淤青。哦，边打边降压就还好，好吧？来这边可以放开。手吗？这边也可以放开了。哦，而且你看嘛，没什么出血点，也很好啊。哦，那我们继续来打烟雾。好，来你打开看上面，我们要数一二三，那不动这特殊点了，一次次的。二三 ，OK 吗？就这样，眼尾结束了。来，放松，眼睛打开，看上面。好，那等一下，简单的帮你再加一个点。
这样子的话就不能淤青了，好吧 ？OK， 还行吗？嗯。那额头呢？泡泡的正常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药剂。来，继续。来，眼尾一样，我们数一二三四，结束了。来，放松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嗯，那一点一点的，因为它针是非常细的，嗯，基本上它不会说变成是一个洞或者怎样，嗯，啊，鼓出来的是因为药剂的关系，也都是会在极短的时间，它就会贴合到你原来皮肤的样子，嗯，好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来，我们先起来，好，因为。还好吧？嗯，对啊，没什么肿啊，对不对？很好。这个是我们的脸要交给专业的疗师，所以。